Hello， 大家好，欢迎翻到嚟爱丽丝嘅 channel 啦。咁离开咗圣若瑟修院同埋圣堂，出翻嚟之后咧，向左边嘅方向咧就系丰顺堂上街。咁喺我左手边呢一度咧系圣若瑟教区中学第二校。在斑马线左边的是观印局街，过了马路了，见到的是圣老灵座堂的后门。呢一度开始咧系丰顺堂街，咁街名咧系嚟自丰顺堂，而丰顺堂咧又系圣老灵座堂，系澳门三大古老教堂之一。咁喺好多年之前，丰顺堂喺华人口中咧称之为丰顺堂，改名做丰顺堂嘅意思咧系顺风顺水，因为当年居住喺澳门嘅葡人大多数咧系出海营商，佢哋嘅家人咧为求亲人能够平安翻嚟。多数咧喺呢个教堂祈祷啦，希望得到航海主保圣老灵座保佑。呢一区咧以前系高尚住宅区，所以连教堂嘅建筑咧都显得美轮美奂，十分华丽。上次离拍的时候仍然在度保养维修紧嘅，今次已经整好晒啦。原来咧要喺头先个后门度入去，不过反正今日嘅衣着咧都唔系咁适合，留翻下次咧一次过拍摄啦。就咁样睇咧都觉得好靓。围住成个圣堂嘅街道咧都系丰顺堂街。咁上次同大家行咗慈幼呢一边嘅高楼街啦，而家咧就会一直咧去龙松街嘅。
斜对面咧系社会文化司司长办公室。望落去呢一条咧系摆华巷，即系咧可以去到南环嘅奥督府嗰度。呢一段开始咧就系龙松正街，由呢一度直去到新马路咧，全长大概360米，位于咧岗顶前地下面。咁龙松街咧喺1848年嘅时候开辟，系当时澳门其中一条重要交通道路之一。加上咧当时新马路咧仲未开辟成为大马路，因此咧龙松街呢一度成为居民来往澳门西面同澳门旧城区嘅主要枢纽。而葡萄牙人咧啱啱嚟到澳门嘅时候，除咗咧系居住喺大三巴脚下嘅澳门旧城内，亦都有唔少嘅葡萄牙人咧聚居喺南环至到龙松街一带，当时嘅市面咧非常之繁华。咁街道嘅葡文名嘅意思咧系中心街，所以咧龙松街当时咧都被认为系澳门嘅中心部分。至于中文名龙松街咧，系源自于位于岗顶嘅圣奥斯定教堂，教堂咧系建于1586年。是西班牙天主教修会奥斯定会所创立，仲附设了修道院。30几年之后，教堂遭受到一场炮火破坏而损毁，之后教堂有一段长的时间都处于颓垣败瓦咁样。当时为了遮风挡雨，信众们都用了一些蒲葵来围住教堂。每当遇上大风雨吹袭的时候，啲葵葉都被吹動到好似囚籠咁樣鬆動，因此咧華人就稱呢個教堂為龍松廟啦。以前嘅華人咧好中意用廟或者寺咧嚟到形容教堂，而位處喺教堂之下嘅中心街咧，亦都順理成章被稱之為龍松街。後嚟咧，因為有人認為個松字咧唔好聽，所以咧就改近音嘅松字啦。见到有架白色车落嚟呢一条路，上面咧就系岗顶圣奥斯定教堂。而家咧一直行咧系可以去到新马路嘅。但是未到新马路之前呢先去食嘢。咁大家都知啦，有消费卡之后呢好多铺头呢都有优惠。而今日我揀呢一间呢係除咗佢嘅优惠呢吸引之外，更加係呢好耐冇食过，以前去韩国旅行呢必定会食嘅。由于店铺庆祝6月1号开业8周年，
咁只要消費$61咧，就可以加$8換購當日指定嘅款式食物啦。今日咧就係星期四，換購嘅食物咧就係韓式肥牛拌飯。咁我揀咗一份安格斯牛吐司，換購嗰個拌飯咧原價都要成$51喎。叫咗一杯咧焦糖咖啡。食物的質素一定就不及韓國的了，但是味道都不差的。這一份吐司的餡有方形煎蛋、車打芝士片、椰菜絲、酸青瓜，當然不少得的是安格斯牛堡，再加入了一些韓國的燒烤醬和甜辣醬。雖然咧係加$8換購嘅拌飯，但係咧一樣係好足料嘅喎。咁我哋兩個人 share 食咧都好飽。打飽出翻嚟啦，對面咧係司法警察局。今集嘅分享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多謝大家收睇，記得訂閱、留言、讚好同埋分享，撳埋鐘仔，有新片出咧就唔會錯過啦。我哋下條片再見。